好，今天我带你们来到了我们音乐之城一个新的领土，叫做陈侃。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跟音乐有关的特色。等一下呢，我要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到我们这个陈侃的这座小镇里面啊，去寻找一些音乐的灵感，跟一些音乐有关的一些特色的乐器可以发出的声音。他们是不是得跟得紧一点啊？要走丢了怎么办？哎呦，没有，你们两个都不能去陪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里民风就很淳朴，所以呢，这里呢就是希望可以释放小孩子自己的天性，可以让他们自己进去寻找一下。好，那你们走吧，拜拜，好不好？走吧，进去看看好不好？走，我们先把他带到门口吧。好哎，先一起进去看看。你们觉得这里好漂亮吗？非常漂亮，很漂亮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晚上呢就会在这里吃饭，在这个莲花城中啊共进晚餐。哇，园主，哎，我想问能不能两个两个小朋友一块走？好啊，你们就两个小朋友结伴一起走。然后我跟肯尼一组。好，那你跟谁一组？轩轩，那你们一起一组。那安安跟洋洋好不好？牵牵手哦。我们就送他们到这里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星星拜拜，等会儿见。拜拜，拜拜，开心哦，加油。我们就在这里帮他们准备一个晚餐吧。对，好。城主，你是第一次下厨吗？下厨？嗯，我经常下厨啊。哎哎，必须的。你看我这打鸡蛋的功力。好，把蛋剪掉重来。刚才那蛋糕什么声音都没有发生过。我们先煮个蛋炒饭，好吧？所以需要我们干嘛吗？帮我打鸡蛋，好吧？我来，我来。哦，到了，到了，城主，饭有没有做好啊？哇，你们三个好厉害！谢谢你们的晚餐，哇哈。给我碗，我盛盘。哇！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，是不是？谢谢城主。哇，感觉很香的样子。好 ，OK 了。啊，出炉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城主，困难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坐吧。好，白米饭要不要？包爷爷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哎，我们举杯谢谢城主，好不好？谢谢城主，欢迎你们来，谢谢精灵姐姐，希望你们可以玩得开心。谢谢，谢谢精灵，谢谢城主。谢谢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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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今天就找了一些哪些乐器啊？我找了一把剑，我找来了一个弹琴。来，我们一个一个秀一秀，好不好？果果从你开始。哦，厉害！还有什么？好，找到一个口琴，不错。洋洋呢？哦，洋洋找到了铃铛。我找到了竖琴。城主，他跟洋洋今天找到了竖琴，哎。哇，洋洋和安安找到的乐器，太厉害了。是这样的，厉害。这跟扬琴很像啊，这是今天我们拍的东西出来了。哇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？好。要不要看？要。你们看我后面的屏幕。哇，来，五四三一起数，二一睁眼睛。
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星光将心情点亮，等手心里的棉花糖化成微笑的模样。第一个是我梦的光芒，将神灯擦亮，有没有看到狗狗能化成桥梁，通往就很感动，就走了，回去了，洗澡去了。你只要过去，我就给你打一天的仗。小朋友，不理他们了，全部过来。他就在那要战斗。好，星星、洋洋，你们先过来，我有件事想问你们。早上城主跟你们一起玩打击乐，都没学好，对吗？我学好了。你看，早上是谁没有听城主的话，没有学的？自己举手没关系，诚实说。安安，你觉得你没学好，对不对？还有谁？果果，你也没学好吗？肯尼，你也觉得你没学好，是不是？我不是没学好。那你是什么？是我早上看电视吵来吵去。你看电视吵来吵去，他们都不给我看，我就好发火。很好，你自己有知道自己没有做好，对不对？那就没关系。那你觉得你哪里没有做好？我唱的歌不是一样的。城主起了一个大早，然后准备了好多东西想要跟你们一起玩，结果你们都没有跟他一起，让他很伤心的。刚才导演跟我说他们早晨准备节目了，说跟城主有节目，然后现在让他们汇报。等一下，城主教你们的节目现在给大家汇报一下吧，如果汇报不出来的话就带走了。没学好，对不对？喂，园长，好，那个海的国王来电话了，说让我带走一个人。打来了。对，肯尼表现得挺好的，今天他表现得不错，承认错误了，他举手了。我也承认错误了。对，你看见洋洋了，洋洋没举手是不是？这他只是没说出来。咱们一会儿要有一个活动，那个是就是那个说你哪里表现不好。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你哪里没有表现好吗？你今天是不是一开始就在玩城主拿来的东西？你是不是就倒来倒去玩来玩去？有没有？一会儿有一个做衣服的设计大赛，如果他们要是表现好一点，能不能不把他们带走了，给他们一个承认错误的机会？对，设计大赛，我们等一下要帮两位精灵姐姐设计衣服，然后呢让他们走秀，好不好？好。可是我不会唱歌哎。要看你的设计天分。行吧，看他们表现。他说看他们表现，先跟城主道歉。对不起。
很好，对不起。很好，城主对不起。好，杨洋也觉得对不起，对不对？城主太容易心软了。城主偷笑了，城主，我接受你们道歉了，但是你们等一下一定要用力，好不好？好，要努力的去完成，好不好？好，黑白黑白菜，我们六个人。咱们接下来要好好表现了啊，要不就要被带走了，咱们加油啊！好，加油！哇，好，加油！一二三，黑白配，哦，正好，好，你们三个，他们三个，对，行了，实力不大均衡。啊，可以可以，好，请，副园长还有城主跟精灵姐姐帮我们找一些材料回来好吗？好，好，出发，加油！耶，一会儿见。走走走，一会儿见。我刚是喊好了。喊个何老师。好的。这怎么踩啊？坐这儿。妹妹，你坐铲头。你坐吧，秋子。嘿，王师傅，好好滑啊！王大爷，你可小心了。没问题，保护好秋子妹妹。好，好不好？你保护好一涵妹妹，那必须的。哎，他们都去踩了，这个可以踩吗？可以踩了。但是我得给你稳住重心。好，来了啊！等会儿，哎呦。我连根拔起了，这个可以当权杖，可以可以，这个好。这个是藕断丝连啊！哎，这个来一个。啊！啊！这什么？鱼。鱼吗？啊！鲤鱼跳龙门。你快过来抓起抓起临门呐！满山红烧了。有喜了。刚刚蹦得好高，我怕有一个鱼突然蹦出来。哎，小心手啊，它有刺儿。哇，这个好看，太漂亮了，够了。我觉得我们家的比他们好看多了。是吗？对，你看他们蹦到看鱼了吗？没有，就你们那跳了鱼，我们这没跳。我们这跳了两遍。你们那双喜临门。那是。哇。辛苦了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要用这个荷叶，我们要想一想怎么样做成一身漂亮的衣服给精灵姐姐穿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这次这个走秀的大赛名称叫带我去远方的秘密，最后今天的评委就是我们所有的摄影师，赢的那一家呢就会有切好的西瓜吃，输掉那一家就要用自己的手来劈开吃。加油加油加油！那我们先让姐姐换衣服，我去给你们找爱的小蓝盒，里面有我们可以做衣服的工具。姐姐来了，哇！啊，他们都不看我们的呀。看你，你看看姐姐。我们设计了什么？园长，模特来了，有什么设计灵感了吗？漂亮哎！我们刚才没有设计灵感，看在要在你身上找灵感。啊，好看哎，这个咱们真的是待命了。你看他们都已经弄起来了。对啊，他们弄起来了。左边是什么袈裟吗？哎，我先帮你把翅膀弄上去，好吧？好，我又是精灵本体了。我的腰带就快完成了。好了。哇。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我现在得量一下。哇，好专业，果果。哎，但是我好像反了，这样看上去就是反面。倒计时啊，还有十分钟。啊 ？No No No， 还缺那么多？不用，只要前面就行了。他们准备比较快，咱们得加班加点了。好。肯尼，你这个剪了要干嘛？果果需要这支。肯尼跟果果，你们俩配合很厉害哎！不行，怎么办？我不会做，我不会做。你们做的很好啊，你看。是啊。耶！好看，团结一起做。哇！故意的，故意的，你还往我前面走。可以了，哇，可以了，又完成了一个手串，好厉害，漂亮，哎呦喂呀，呦喂，
太牛了，这个什么呀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欣欣，欣欣，你觉得你没有做是不是？你只是担心没有做是不是？不担心，不担心，没有做都没有关系。那你喜欢这个头箍吗？那要不要戴戴？你看我给你戴戴这个头箍，好好看的，不担心哦。指指剪，对，对，很好。撕开。我们一直在等你嘛。我们在等你们，我们已经完工了。快了，快了。我们要在造型气势上花点功夫，他们要铺地毯了，我们也铺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果果绝对不服输，绝对不会服输。果果来了，来了，果果加油！对呀，肯尼也来帮忙了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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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拼了！拼了！拼了！倒计时两分钟了，你们还在洗菜，给你们准备。捧花来了，捧花怎么样 ？Very nice, very nice。哎，用荷叶给你做的背啊。别动，别动，哎，不带抢的，来来来，不多余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现在就是我们首届带我去远方。时尚设计大赛，那接下去有请我们的两位 model 国际名模，我们陈意涵 ，Let's go！ 走，哈哈，哇！好！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设计师上台。谢谢。我们是我们的设计师。好，最后请所有的摄影老师举手表决，冠军花落谁家？加油加油加油！OK， 摄影师一定要公平公正，不能带有任何的情绪，要拿出你们的专业精神以及你们的审美，为我们高秋子打 call 的摄影师举手。一二三四五六位，好，为我们陈意涵打 call 的举手。哇，三六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平票。航拍在哪里？航拍机。接下去就是航拍老师了，你把飞机停在谁的头上，谁就是今天晚上的 winner。 你要手抖啊。哇，他们俩挨近一点吧。哇徒手劈西瓜呗！哇，谢谢！哇，西瓜仙子，陈主，我们来吃西瓜。一票之差，有参加的都是赢家。我们今天的设计师果果行了！哇，好棒，谢谢，谢谢西瓜仙子。劈西瓜是吧？来，劈西瓜了啊！十八岁以下的儿童禁止模仿。哎，怎么还用脚了？好棒！哇！
音乐起呀、尤其是把那些想法变成现实了以后，会发现是一种很童话很美妙的感觉。只是我作为成年人来说反应会快一些，但我很天真很单纯，关于到胜负在过程面前完全毫无意义了。宝贝们，音乐之城的城主要给我们盖章了，精灵姐姐在。Hello Hello， 这是我先盖。好，城主好，精灵好。来，我们音乐之城玩得开心吗？非常开心。时间过得很快啊。对，我们还舍不得你们呢，你们就要走了。我们也舍不得走，小朋友都有要哭的了。但是远方还有很多很多的挑战。好，说实在话，太崇拜你们俩了，真的，这张我必须得盖啊！下次我们再来，谢谢，谢谢，必须的，谢谢兄弟，咱们下次再见，后会有期。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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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肯尼，哎。肯尼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，但是你记得你要把聪明用在对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哦，嗯，知道了。有的时候太调皮了也不好，好吗？好。但是我觉得你将来一定会很棒，所以恭喜你，这次顺利过关了。希望你在后面的远方，更多的一个一个的挑战上，越来越乖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拜，下次见哦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Hello， 最可爱的安安，为什么害怕？我很凶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很坏吗？安安不要怕，好不好？安安有什么要对我讲吗？不知道哎。那安安，希望你之后的旅途愉快了。谢谢。谢谢，下次见。嘻嘻。以后要做一个坚强的小孩，好不好？遇到问题都不要害怕，做一个坚强的男子汉，好不好？那我摔倒的呢？摔倒，摔倒就要自己爬起来。洋洋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哇哦！我会钢琴。那你怎么证明你会钢琴？我觉得你很有天赋哎。你是里面年纪最大的小朋友，你也很聪明，很有创造力，包括你在音乐上，好还会弹钢琴，啊，希望你以后可以越来越爱音乐。我们后会有期，好吗？拜拜。萱萱，小仙子。萱萱，你今天戴这个花很漂亮。你第一次来见我的时候还有点害怕，现在害怕吗？要继续这样自信美丽下去，好吗？哎，我怕拍手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萱萱。Hello， 星星。哎，你这次敢自己走过来了？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害怕？嗯，相信我好不好？我数到一二三，我们走过去。星星要学会跟大家多讲话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要学会跟大家多交流。他跟每个孩子讲的话，我都觉得好感动。我觉得他好细腻，好温暖，充满正能量。拜拜，星星。拜拜。拜拜。城主，我刚才要说，我觉得我们很幸运。刚刚每个小朋友过来，你跟他们说的话，我觉得一定会给他们很多的鼓励，然后他们长大回想起有这个旅程，一定很难忘。谢谢你，真的谢谢。没有，园长，你让我们学到很多。就是每一次对待小朋友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多耐心，但是看到你一次一次的给他们太多的时间跟耐心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太不足了。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还是继续做音乐好了。希望你们之后的旅程可以越来越顺利。谢谢。远方幼儿园继续前行。城主大妹要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城主大妹要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谢谢。拜拜。城主再见。拜拜。有点舍不得，对不对？有点舍不得，安安有点舍不得，爸爸，不舍得啊。
安，我们下次见好不好？好。嗯，等等。Give me five. Yes. 谢谢城主。好，交给你了。好。好。精灵姐姐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拜拜拜拜。顺利完成任务了，我们要接下去要接待下一组客人了。对，没错。耶耶，好。走喽，我带你们冲啊！冲啊！拉拉。